新年要到了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尤其是见到长辈们啊，记得跟他们多说些好话，因为如果你讨得他们的欢心的话，就可以得到大红包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有些长辈他们只会说方言，那如果你又不是很精通方言的话，可能就沟通不良了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八度空间的主持人呢，个个都是才华洋溢啊，机智过人的。那如果过年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个方言的问题的话，他们会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现在就去考验一下他们。哇，这个呆个呆了，等一下，这哇，很好像在扇风那样的感觉。哇，西来云卷，西来云卷，很奇怪嘞。哇，行退豆豆，有错咩？哇，这个很难嘞。出平安，步步高升啊！得噶啦，呢个我知噶啦，一齐发过肥年，耶、yeah! ！一起发过肥年，合家平安，福寿安康，生意兴隆。我系志祥。晓，报喜，福满人家，一起发过肥年，加肥屋圆，岁岁岁，青春得力，合家欢乐。啊，用错什么都错。花不会，我越来越长。富贵平安财神财，不对，福寿家门万寿兴，啊又不对。刘洋，所以我们不会福建话是一种错误来的。一起发过肥年，平平安安，恭喜发财。什么客家话？我也是错啊。嗯，看得出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啦。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那当然，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母语方言嘛，所以呢，就算挑战不成功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呢，大家都已经学习了一些新的词句啊，或是新的方言等等，希望在过年的时候都派得上用场吧。再一次祝福大家，一起吧，过肥年。